起还在准备中的何洁，老牌影帝梁家辉就得用家有爱女初长成来形容了。近日梁家辉的双胞胎女儿在网络上晒出父女三人泳装照，老爸一手牵一个，幸福劲儿就不用提了。最最最重要的是，已经56岁的家辉哥身材还经得起泳装的残酷考验，这样的爸比才称得上是演艺圈的常青树，有没有？没有啦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照了。啊，当然去一家人去旅行的时候是比较大胆一点啊。基于身材好不好了，就留待看的人自己去下定论啊。